快俾我癲啦！今朝早一則新聞都係 Patrick 講。我好多嘅，尤其講美國嘅消息來源咧，其實我就係喺呢位香港前銀行家，咁佢移咗民去美國，跟住咧最近身體麻麻地，好似前列腺有事。咁佢係熟悉香港即係過去好多故事嘅人，咁佢亦都認識蕭生，咁對蕭生做過啲乜嘢，佢久不久都會提下。70多歲嘅老人家，而家依然工作緊，咁佢每一日咧都會有8-9個貼出嘅，講美國啊，講佢自己嘅嘢。咁好多時候我做新聞咧，我每一日我都必定睇佢一啲資料來源嘅。咁最近佢喺 Facebook 要踢人走，咁踢人走，因為我唔知道我係咪佢好友。咁我曾經話過我係邊個，咁我本身係做自媒體嘅，但係佢冇覆我，咁可能我哋呢啲小市民啦，即係小普通人啦。咁每一日我都會用大概1小時到去睇佢嘅嘢。咁當然啦，佢嘅睇法唔代表係全部，但係佢係一個支持特朗普同我一樣嘅。我哋支持一啲保守價值嘅人。希望啦，佢而家細踢走啲人，因為太多嘅 haters， 佢諗住啊減人。咁咧唔知道呢兩日會唔會淘汰埋我？希望唔會啦。唔知道有冇機會可以去美國去探望下佢？真嘅，因為佢係我一個相當相當欣賞嘅人啦。咁有一句好似今朝早佢一個報導，佢講咗成龍講嘅係真話，中國製造真係會爆炸。因為美國聯邦機構警告話，今個禮拜大約有200萬台，其中一個品牌嘅氣炸鍋被召回，因為存在導致火災嘅風險。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簡稱 CPSC， 在2月23日一份公告中警告話，消費者應該立即停止使用並召回嘅氣炸鍋，更加聯繫呢個公司進行更換。喺呢個時候，Cosori 係咪啊 ？Cosori 呢間公司已經建立咗一個專門嘅網站，免費替換佢哋嘅空氣氣炸鍋產品。根據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講嘅說法，呢間公司已經收到205份關於氣炸鍋起火、燃燒、融化、過熱、冒煙嘅事故報告，其中包括10起。輕度表面燒傷的報告，即是燒到人，同埋23份輕度財產損失的報告。呢啲氣炸鍋類似對流式的烤箱，結合咗一個加熱裝置同埋一個風扇，嚟令到熱空氣喺內部循環。喺2018年6月至到2022年12月，呢個產品喺美國各地的百思賣、塔克特、加德堡嘅商店都有發售，以$70至$130價格銷售。咁當然出聲明，咁亦都講到明呢啲氣炸鍋全部都係中國製造，而佢哋嘅型號牽涉超過30個。喺2022年，仲有數以萬計嘅其他品牌嘅氣炸鍋喺被報告存在火災隱患的時候被召回，好像上年10月大約12000台。另外一個牌子的空氣氣炸鍋因可能導致過熱的危險被收回，而之前的幾個月百思賣在接到產品起火融化並造成傷害的報告之後，又召回了70萬台另外一個牌子，即是說氣炸鍋中國製造這個產品是存疑的。之前我們做飲食節目都有2個氣炸鍋都是大陸製造，橙妹沒有做之後，這2個氣炸鍋就已經封了塵了。很多人都會貪方便的，因為幾百元是好用的，直接可以代替到焗爐。
而香港亦都好多嘅氣炸鍋食品，你只要喺網上揾氣炸鍋食品，好多網站就會推出一大堆一大堆，即係話可以你買到翻屋企寫字樓就咁焗嚟食。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好多嘅不確定性同埋個標準存疑。咁如果屋企有氣炸鍋嘅嘢，真係小心啲。講呢段新聞並唔係話笑中國，而係嘅製造，而係真真正正有陣時家居安全係要嘅。咁當然啦，而家香港人用氣炸鍋就相對少，因為當疫情過後，其實呢個疫情令到氣炸鍋嘅銷量直線上升，因為好多人喺屋企唔出街買嘢翻嚟焗、蒸、煮，導致到一波真係話好多人開始用氣炸鍋，即係包括我在內。咁但係當疫情過後，呢啲銷量必定回落，咁但係呢一件事直接令到對中國製造更加冇信心。成龍成日都會講真説話，我相信呢句已經會成為咗好多人佢哋嘅口頭禪。成龍講啊，中國製造係會爆炸噶。拜拜。